我现在在洗一些好枪出来，看能不能洗到。哦，有哎、欸，可以可以，这个再洗一次。哇！舒服，还有手雷。干什么东西？哦，666，我用手雷把他爆头了。那个粽子手雷，你看一下我的步枪啊，这个子弹量是怎样？你要不要稍微看一下我这个步枪的子弹量？100多发，妖猪哦，太屌了！118的 AUG 哎、欸，这是你看三连发手雷，再丢一次三连发手雷，三颗手雷，再丢一次，总共加起来9颗手雷，真是舒服。开扫喽！屌扫一波！等一下，队友要死了，绝对不是我错。后面，你们顾一下哦！你一定是吊钢嘞！刺枪 ，OK。50发的刺枪，你有看过吗？刚刚那禁卫军100发才叫扯。我粽子、欸，粽子万岁！我操，直接升12等了，妖修，直接升12等，干！好，开扫一波。垃圾，怎么每次都会有人顶在我头上？来看我把他们弹出来哦。往这边丢反弹，有没有六不六？专业狂暴大师啊，宝可梦大师就是我。他是把这个改掉了、啊，他把他的手改的 HD 化，好像是这样。好了，我今天这场玩完，待会开个台服。台服开起来，不外乎就是代抽个解码这样。其实我现在台服没有什么在玩，我多半是玩韩服，因为台服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玩，知道吗？他就只是拿那个解码，对，挂时间拿解码，没什么值得玩的，就不太想要玩。冰冻蛋。哎呦喂，你看，这弑神者加志田，太垃圾了吧！弑神者加志田，哈哈哈哈，太小了。弑神者加志田，你完全不用换弹呢，然后就可以集气。OP 呀、啊，跟你讲，逆天了，牛逼，真的牛逼。那我现在外面扫一个一排。做，我要求。哦呦！我操！黑龙可以。可是你黑龙它会砰嘘嘘砰嘘嘘，就有点麻烦。
哇，我觉得弑神者这个好 OP 哦，真的 OP 啊！只要你弹药够的话，完全不用担心那个有没有弑神弹呢？就这样一直喷，一直喷。是我好像快没子弹了，等一下得省着点用。冰冻弹，冰冻。来缓速。怎么都被捕走啊，有点难过啊。哦呦，冷艳的跟那个狗神比有没有？冷艳版就很像狗神射出去那样，只是小了一点少了一点特效，好不好？要该省着点用的子弹，先把这把扫完。哎，这什么模式？生化 Z， 就是僵尸 Z 啦。不要他拉到我了。他不是拉到我，他拉到别人。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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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六六六六六！哈哈哈哈，好可怜哦！哎、欸，我要死了！完蛋，完蛋！你还错赛，错赛，今天也错赛 ，nice！ 看一下、喔，我靠，圣彩！海超人部队是不是都收一些智障小朋友？哪里？你跟我讲一下，就是有没有影片证据之类的？说乱房闹事的很多，可是有证据的很少。你可以跟我讲一下你的证据吗？就是你给我看一下证据，如果他真的有做这些乱房闹事，我就可以帮你把他踢掉。OK 吧？迷神器玩这个模式就对了。也是啊，这个模式其实也不用花钱，是真的不用花了，你很容易就拿到神器。不过打到后期就会一堆人都是什么一堆变异有没有？你看。一堆变异，然后会导致有点累格这样。没有啊，你不是说有人闹房？你不是说有人闹房？你给我个证据嘛？就你有没有相关的证据？没有的话，那你刚刚说什么海超人团都闹房，不是怎样？对吧？你有证据比较好处理啊！七刀灭杀，加重子，可以，这把就拿这两把打了，歼灭者也行。哎、欸，我这把是不是可以连续射啊？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哎、欸，蛮屌的。好，我等一下拿这把。好，你爱我，你爱我，我不爱你。无限，太屌了！先在外面布一颗，
可以，然后再这样射。不知道打到哪里，哦，那可以可以打那里。好，是时候该出去砸一下粽子。哇，没炸死，可惜。对哦，我有急到，都忘记了。